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专业设备走出了实验室，变身成了孩子们学习的好帮手。那儿童显微镜呢，就是这样的一款设备，它可以把一个全新的世界带到孩子们的视野里，而不仅仅局限于肉眼。那它究竟是怎么工作的，又能给孩子带来怎样新奇的体验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这是一款专门为儿童设计的便携式显微镜，体积小巧，操作非常简单，只需打开开关机键，就能让孩子更加清晰地看到隐藏的微世界，有效锻炼孩子的观察能力。成长的过程也是一个探索未知的过程，在这台专门为孩子研发的显微镜头下，能够清晰地看到小草的气孔、叶子的脉络，充分满足了孩子们的好奇心和探索欲。那么它究竟是如何拍摄出如此细微的画面的呢？这台显微镜相机采用的是将无球面透镜成像和三维成像相结合的一种技术，能让物体放大1000倍，无需制作标本就能直接进行实物观测。孩子走到哪儿，哪儿就是生物课堂，让孩子从此爱上科学。与此同时，显微镜的显示屏采用的是2.0英寸 IPS 护眼屏，不仅能最大程度地还原微观世界的真实色彩，还能有效保护孩子的眼睛，减少视觉疲劳，是儿童探索微世界的智能小助手。与大多数显微镜不同的是，这台儿童显微镜不仅能够拍照录像，还能将拍摄的内容保存到显微镜里，让孩子随时随地观看与朋友分享。除此之外，这台儿童显微镜还采用新能源充电电池，电池充满后可以连续使用300分钟，让孩子告别换电池的烦恼，尽情徜徉在神奇的自然中，感受微世界的魅力。儿童显微镜，孩子探索自然的启蒙老师，有了它就好像随身携带了一个智能助手，让孩子轻松探索自然奥秘，领略微世界之美。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自平衡电动车，我们就通过一组测试来看一看搭载陀螺仪的电动车会实现什么样的功能呢？有过骑行经验的人都知道，在骑行过程中速度越慢越难保持平稳。那么在接下来的测试当中，我们给每位驾驶员准备2杯水，一杯放在头顶，一杯放在电动车龙头上，他们将以每小时5公里的低速行驶过赛道，看看谁更平稳，杯中的水洒出来最少。那接下来两位都准备就绪了，我们正式开始。首先我们要进行挑战的是这位有着20年驾驶技术的驾驶员啊。好，慢慢来。哎，小心小心小心，得，这一杯没了。好，继续啊，来，3、2、1， OK， 挑战结束。哎呀，一杯没了，感觉怎么样？感觉太难了，速度跑得慢了，控制不住方向。但是我看头上这个稳定性掌握的还是不错啊，只是车把可能来回晃得比较明显。我们来期待一下自平衡电动车它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呢？
接下来是自平衡电动车的挑战，我们也听到啊，陀螺仪现在已经启动了，您准备好了吗？我准备好了，来，挑战开始。哎，真的稳。哎，我发现了啊，不仅仅是车稳，我们看驾驶员的双脚也是离地的状态，他没有去靠脚力来辅助支撑。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有水洒出来。马上到达终点了，三二一，挑战结束。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结果啊，首先是放在车龙头上的这杯水只有几滴是挂在了杯壁上，几乎没有洒出来。那头顶上我们看到维持的也非常的不错，对于这个结果您满意吗？我感觉非常满意。在这个挑战环节当中，我们的自平衡电动车胜出。两轮电动车得以保持平衡，是因为其内部搭载了一台控制力矩陀螺。当我们的车出现向左或者向右倾斜的时候，车身上的传感器会将车身姿态的信息传递给陀螺的控制系统，控制系统会按照程序发出指令，通过改变陀螺角动量的方向，产生一个与车身倾斜相反方向的力矩，从而保持车的平衡。自平衡技术不仅降低了电动车的侧倾风险，也让未来电动车实现自动驾驶成为了一种可能。我们也相信，随着技术的不断升级进步，老百姓的出行将更智慧、更便捷。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液压机械手套。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陈嘉义。你想拥有一只机械手套吗？你想体验机械手套带来的奇妙感受吗？你想体会在多种玩耍方式下带来的快乐吗？这款液压机械手套全都可以帮你实现，走，我们一起去瞧一瞧。机械手套安装了液压系统，利用液体不可压缩但可以随意流动的特性，当一侧被加压时，此压力会以同样大小传递到液体各部分，从而传递动力到另一侧，让机械手套不用电池，无需马达，就可以实现自由运动了。现在我面前有大小不一的各种物品，接下来我就挑战一下用液压机械手套能否把它们成功抓取。面对如此光滑的水杯，这次我们的机械手套能否把它成功抓取呢？还是很容易的。液压机械手套之所以能实现大小物品抓取自如，关键在于它灵活的关节，只需轻轻转动旋钮即可自行调整抓取位置，抓取角度可从0度调整到70度，轻松完成机械精密操作，可以锻炼孩子的空间感知能力和手指力量控制技能。他的手小，我的手大，那我们还能戴上同一只机械手套吗？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液压机械手套可以任意调节长度和宽度，根据手的大小调节尺寸，大手小手都可以直接上手，手指与手指之间可以实现0度至40度的调整。同时它还设置了可拆卸拇指，一只手套左右手都能使用。液压机械手套蕴含着液压动力原理和机械能原理，小朋友可以通过力的转化自如地抓取物品，让他们在感受酷炫机械世界的同时，还可以锻炼手脑的协调能力，更在玩耍中学习物理知识。